我们今天继续临摹礼器碑啊。按照向阳老师的布置，今天应该是第八页啊，第八页。这一页，这一页也有一个总体印象，就这一页的字呢，以这个总体印象是这个严谨啊，严谨方正啊，线条呢也比较这个质直啊。当然它，在这个整体印象之下呢，它还是有一些细微的那个微妙的变化啊。那这一页呢，就是我们以前说过，我们现在这个版本，现在用的这个版本，就是它的碑的最下面，最下面啊，最最最呃最最最底下一排字啊，它是有残损的啊。实际上原碑那字并没有损掉啊，它只是估计应该是拓片在这个保留过程中保存过程中啊，它损失掉的啊。这一页呢，第一个字就损失掉了啊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字啊，以尊孔心，以第一个字就损失掉了啊。我们把这个字补上。我们参照其他版本啊，参照其他版本把这个字补上。乙这个字呢，在礼器碑里面出现的也比较多啊，变化也挺丰富的啊。这个字呢，就显得比较敦厚啊。尊，这个尊呢，线条啊，线条，比较细啊，线条都比较细劲。
红。左右，左右，它还是有一些错落啊，并不是很死板的啊。心。这个心呢，李齐碑里面有一些这个心字底也是这样写的啊，这个，这一笔啊，有一个这个起笔这个捺角这个起笔的地方，多了一个多了这样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竖笔啊，这个写法很多在李齐碑里面有些心字底也是这样写的啊。念。那我们看这个，这个"念"字下面有个心字底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心字底的啊，这个心字底的处理啊。这个心字底，锋芒是收拢的啊。大概是因为这有一个捺啊，上面的这个一撇一捺啊，这个捺是一个主笔。那么它的心字底，按说我们这个心字底，就是说这个正常的写法应该是有一个大的捺角，因为它这个上面已经有一个大的捺角啊，有一个。捺的这个主笔，所以它这个心的处理呢，把它收起来了啊。那这种心字底的这种处理方法呢，不止一个啊，在李齐碑里面不止一个，不止一处。李齐碑里面这个心字底的写法也是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啊，可以注意一下。就是说它是根据这个，应该是根据这个上下笔势啊，这个做了一些安排。念圣，圣字，这个字有点残。但是基本上可以猜得出来啊。
力。注意这一笔，这一笔，它的这个主笔啊，就是这个主笔在这儿。那么，同样的，跟刚才的那个心字底的，跟刚才那个心字底的那个想法是一致的啊。这个底下的这个止字，它是收拢的。啊，这个笔势就收拢了啊。嗯，这个笔势就收拢了，啊，就是跟刚才的这个，跟刚才这个念字这个心字底的这个那个这个思路应该是一致的啊。立势。嗯，他这个用笔啊，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唐朝的褚遂良啊，跟李齐碑的这个感觉有一些这个相通之处啊？你看他这个“势”字的这个处理啊，这个笔势的这个处理，确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。礼，这个"礼"字呢，就显得就很严谨，写得很严谨。"礼"字在这个李齐碑里面出现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啊。
月。这个月字啊，就要这个看这个细小的这些点画的组织的水平啊，这些细小的点画。这个，注意这个字啊，这个字的技巧，就是说组织结构的这个技巧，就是这一竖它并不是写在正中，并不是写在对称轴的这个正中，但是呢，它通过这两个，这一撇一点，一撇一点的这个姿态啊的角度，它能够把这个字个。啊，基本上能够拉平啊，这个是它的，组织这个字的一个，技巧。零。
看一下这个啊，一撇一捺啊，一撇一捺，它其实并不是对称的啊，它并不是对称的，但是它的均衡感还是很好啊。虽然不对称，但是均衡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我在这里面这个坐字，我的这个习惯性的笔顺是先写这一竖，先写这一竖呢，就是把这个后面的所有的点画啊，一撇加三，这个三横写在一起，就是这样是容易体会他们这个横的这种关系啊，就容易把它这三横的这种关系写出来。下面这个乱字啊，这个乱字，下面这个乱字啊，虽然这个语义不是很好，但是啊，就是说这个字，是在礼器碑里面啊，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字啊。这个字写的姿态非常优美啊。
它这个字呢，尤其是右边啊，它的右边这一竖，它并不是笔直笔直下来的啊，它是有一些倾斜，然后在这个捺处，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捺出之前又有所这个有所收回啊，它这个弧度啊，它这个微妙的弧度，它其实很有意思，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它的这个笔势啊，笔势。笔势的这个那个回环的一种体现啊，这个细节啊，这个细节是很有意思的啊。那今天我们的临摹就到这里。